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 近日 OPPO 在北京召开新品发布会，带来了新一代折叠屏旗舰 OPPO Find N3。 根据官方的介绍， OPPO 新款折叠屏旗舰加入了大量新技术和特性，给折叠屏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今年8月 OPPO Find N3 Flip 发布，相比小折叠，作为大折叠的 OPPO Find N3 承载了更多的创新成果，能够带来更加完整的折叠屏体验。外观设计方面， OPPO Find N3 主打巅峰精奢质感，机身背部占据不少面积的环宇摄像头模组辨识度颇高。材质方面， OPPO 称 Find N3 是第一个用上透明不等厚一体化玻璃先切割和后抛光工艺的国产手机，手机共有千山绿、日指金、前行黑三种配色，观感上来说比较内敛，彰显质感和高端感。作为折叠屏的核心部件， OPPO Find N3 的屏幕也有升级， 7.82 英寸的内屏和 6.31 英寸的外屏均能达到最高2800尼特的动态峰值亮度，全局峰值亮度也能达到1400尼特。这两款屏幕都支持 120Hz 的最高刷新率。 OPPO Find N3 搭载的芯片为第二代骁龙 8， 性能和能效表现都比较出色，算是当前安卓平台上第一梯队的水平。而折叠屏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耐用性、抗摔性等几个方面。据了解， OPPO Find N3 用了全新一代精工逆锥铰链，能经受住超过百万次的折叠次数。发布会现场，刘作虎打开了 OPPO Find N3 在莱茵实验室的测试直播画面，能看到这台手机折叠的次数已超100万次。 OPPO Find N3 外屏采用超磁晶玻璃，具有普通玻璃5倍的抗跌落和 1.7 倍的抗冲击性能，内屏则采用了碳纤维结构和 UTG 玻璃，以提升强度和抗折叠能力。总的来说，在折叠屏的基础体验方面， OPPO Find N3 的性能以及屏幕素质提升能够带来体验上的进一步升级。另外，可靠性上做的工作则能让用户对这款折叠屏新机更加放心，降低潜在的使用风险。当前市场上的大部分折叠产品仍然充满着妥协，给用户的感觉就是优点和缺点都比较明显。而受限于技术条件，折叠屏共通性的问题之一就是影像相对同期常规旗舰机会低一个 level。 而在 Find N3 上， OPPO 想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OPPO Find N3 的超光影折叠像素广角用了新一代的传感器技术，通过容量更大的双层晶体管结构实现感光能力提升和极限动态范围的大幅度提升。同时， OPPO 超光影图像引擎通过计算摄影等技术也能带来更好的画质和光影。这款手机的长焦和超广角镜头也都用上了更强的规格，让感光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OPPO 还与哈苏联合打造哈苏人像，模拟哈苏 XCD 2.5-90V 镜头，并支持哈苏 XCD 3.5-30、哈苏 XCD 2.8-65的镜头模拟效果。这样一来，这款折叠屏手机也能拥有不俗的人像拍摄能力。除了影像上的突破， OPPO Find N3 在移动办公上同样做了很多工作，在系统和软件层面进行了大量优化。首先是大屏应用适配， OPPO 对20个原生应用和界面进行重置，提供专属的折叠大屏交互。 OPPO 还和部分知名厂商合作，对腾讯新闻、有道云笔记、小红书、钉钉、剪映等知名应用进行深度定制。其次， OPPO 对分屏模式进行了优化，超视野全景虚拟屏能够让三个应用全尺寸显示，用户能更加轻松高效地在不同应用之间切换协作。有了这个功能，用折叠屏进行移动办公，处理更加复杂的多任务场景便为了可能。 OPPO 还带来了全局任务栏和文件任意门，可以让用户很方便地通过拖拽等动作将文件通过社交应用等平台传输分享。而文件随心开这个功能背后，则是 OPPO 完成了安卓和苹果平台的互通。 OPPO 折叠屏手机上可以快速查阅预览 Keynote、 Pages、 Numbers 等苹果专属格式的文档，对办公场景的优化和拓展进一步释放了折叠大屏的潜力，也符合当下移动办公逐渐盛行的趋势。总的来看， OPPO Find N3 各方面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性能、屏幕、可靠性等方面的升级让它作为折叠屏产品的基础体验变得更加出色。当然，这也是折叠屏新品较为常规性的升级。 OPPO Find N3 不能说是一款绝对完美的产品，部分用户可能会对它没有配备无线充电功能而颇有微词。
这款折叠屏玻璃板245克的重量相比竞品也没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但是 OPPO Find N3 将自己能打造出的产品优势一步步增强，形成了独特的竞争力。 OPPO Find N3 在常规的迭代更新之外，实现了产品上的自我突破，影像方面多管齐下，让 Find N3 有了作为折叠屏的稀缺性卖点，即领先于对手们的影像能力。而软件层面的努力同样重要，针对办公等场景对折叠屏做专门的优化，这项工作几乎所有折叠屏品牌都会做，但 OPPO 这次做得更加深入，比如将安卓手机和苹果平台打通，这方面就又能带来差异化的体验优势，并且能一定程度上拉拢苹果生态用户，而且能明显感觉到 OPPO Find N3 的商务范更多了一些。外观设计、材质、配色的选择上， OPPO Find N3 的风格显得较为内敛轻奢，提升移动办公体验一定程度上也是瞄准商务人群，隐私加密功能的增强应该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OPPO Find N3 还推出了典藏版，这个版本的高端商务风更显著，当然全方位的提升以及折叠屏本身的高端定位，加上 OPPO 通过技术和创新打造出的差异化卖点， Find N3 作为商务风的高端旗舰产品，在市场上并不会缺乏竞争力。价格方面， OPPO Find N3 12+512GB 9999元，16+1TB 典藏版12999元，目前已经开放全款预订，将于10月27日开始陆续发货，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请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